摔得不是很好。等一下呢，就是等一下影片是我先录完的，然后录完之后呢，我再录这个，然后把它剪在前面这样子。这个我看也用不到，我也分享一下好了。首先我先分享这一张。没关系，到时候我会放在那个 Google 相簿那边哦，我会放在那个 YouTube 简介那里。不是。Oh yeah。嗨，大家好，我是 Candy 23，那我们继续来玩这个乐酷。那我最近买了一台车，它是甩尾用的车，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把它改装，然后去调教它如何达到那个我比较习惯的一个调校，就是甩尾的调校这样。左上角那个可以按 F3， 然后把它关小一点。好，那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一台车。哦，因为它比较便宜。那我上一集讲说就是我要存钱，存九十几万嘛，我好像现在是五十几万吧。对，然后那时候赚到五十几万，又花15万买这台车，那离目标九十几万真的还很远。我要买一台超级跑车，其实我现在要买一个超级跑车。不，就是在马路竞速用的跑车，其实我是可以买30几万的，可是我想直接买一个那个90几万。哦，这个是道奇挑战者939392甩尾版。那我先讲好了，它的尾翼，好，它这种是这个叫什么鸭嘴吗？是吧？这种小尾翼有没有？其实这个车我是很不喜欢改尾翼，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它很像高级跑车，不，高级轿跑车的那种感觉。哦，谢。可是我们现在游戏嘛，就是体验看看别的这样子。对吧，那我们装一装啊，无所谓。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刚刚那个还蛮好看的，对吧？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哇，3000，我有50几万的，在40万我就可以买那跑车。然后改完之后呢，保险杆是一定要改的，我还有28种。那我们直接挑第28来看哦。可以是可以，可是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这也怪怪的，这个可以哦，这个先保留。好，那我大概知道我喜欢哪一个类型。这有差吗？这个好了，好，这个。像这种的重量减轻的这种，我觉得装在跑车类的那种比较好看，就是轿车到 F1。这之间轿车 F1， 那越接近 F1 的，我都把它归类在越来越像跑车嘛。然后跑车之后进化成 F1， 啊，你要 F1 这样越来越过去，它就变轿车这样子。这个轮胎比较偏跑车那边的。没有，我真的觉得原厂的就很好看了。要讲原因就是那种高档车，对，高档车啊。颜色我们先看一下官方的官方蓝。涂装的话，最新哦，看一下。这个是可以哦，这可以哦，我觉得这还蛮好看的。欸，这两个都一样吗？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下面那个黑黑那个、啊，就代表说他这个涂装有没有？就我现在在移动下面那黑黑那个，就代表说这个涂装不是很多，所以买这种车款的人不多。我觉得他这个配色不错，这个侧边这个很好看。我那个自己用的那个杜卡迪，我就用了，我就用了两个小时，哇，难讲哎。有时候觉得高档车哦，它就这样就好了，就都不要动。我甚至觉得连尾翼也可以拔掉。好，我们就先装着来玩玩，好，可以。然后我还有一个还没改的，引擎改的。Oh shit！哦，哦哦，原来他那个392是哦他自己的，我以为是这个涂装的。我想要作者做到这样子，这么屌。好，先用这个，还在测试啊，因为我用一阵子，如果不习惯，我也可能拔掉，又换别的。现在是有点暗了，因为刚早上，在这边改装的有点暗。这个我先看一下。蛮怪的，然后我直接先看28，我猜啦，一定会有个那个红红的，然后勾一条那个下去。哎，没有，我靠，这是爆改是不是？哇，这个是甩尾款式吗？哦，对，就我刚刚讲的就这个，就红红的这个，可是这个装在他车上，哎，其实还可以。再看一下，这两个差别就是水箱库盖跟那个他的头。车灯的那边的那个护罩不一样，啊，我会选水箱护盖黑黑的那一个。我们来欣赏一下哦，先从侧边开始。哦，它后面长这样，哇，不是，刚好用到我。不太喜欢的颜色，好，那我们就把它开出去了。我们等一下去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呢，也可以试甩尾的路线，在这里。我会去他这边，对，你可以在这边有没有绕一圈？对，绕一圈。然后你也可以从这边绕上去之后呢，在这边左转之后切换成越野车，然后下来。这个小镇白天很漂亮哦，这个路上竞速是好。滑鼠没办法下去了。后车厢的话，不是后座，酷。对，我当初就听到他这声音，我就觉得说，你是电动车吗？可是他有排气管。这个天气来这小镇真的很好看，来对时机了。
他也蛮好开的，他现在抓地力是原厂设定的，所以比较不会滑。那之后我到时候会改他的原厂设定呢，我看一下。哎，对，一样哦。原厂设定都喜欢把你前面的轮胎抓地力用比较抓地力用比较弱，然后后面的抓地力设定比较强。哇，啊、这样怎么车祸了？原厂的设定有个好处，就是蛮适合你在活动里面的赛道跑，因为活动里面的赛道不会像现在这边这个城镇马路，就是90度弯或是120度或180度这种活动的，都是比较45度，哎，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比较角度比较没有那么大这样子。拿赛来了58等了。好，我们先试一下原厂的。这边有个好处是说，这一段路哦，它的坡度比较陡。那你在练上坡的时候，你如果控制没有控制好，就越来越没力，就越来越没力，比较陡嘛，然后就滑不上去这样子。所以来这边继续练习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好吧，我先调整我要的设定哦，然后好，没，我们先用原厂的。那它的悬吊其实它的原厂设定已经 OK 了，弄到这样真的都超硬的，这就是硬度，就是你的避震器硬度，越后面越弹，然后越前面越硬，是吧？其实也没有必要用到那么硬，这是我个人喜好啦，喜欢调硬一点而已。基本上那种调开起来的感觉，影响比较没那种感觉，影响不大。要调是这个嘛？那先调这样，就防倾杆，就是说你如果很容易甩出去失控的话呢，你就去调整它。对，就是这样试车的，没怎么抓地力，因为你看他刚刚，我们回放一下、喔，我把后轮抓地力调回来一点，怎么讲，我直接甩一下、喔，就是他刚刚会这样子，他后面的那个尾巴会甩，他后面尾巴甩出去的时候啊，会甩比较角度会甩很出去。这设定可以了，我觉得在设定的时候我遇到的情况就是那个 RX7 让我遇到最多挫折，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怎么讲，我把所有辅助关掉的时候真的很挫折，因为真的好难耍，我一直抓不到那种感觉，就是一直练，然后就突然在某一次的弯道就觉得说，哎、欸，怎么这样按了之后，它开始打滑，然后开始
会去注意说这个车况，你做什么事，他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互动，然后就慢慢了解说你在弯中甩尾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吹油门控制你的方向，然后你的刹车。它、啊、每一个它、啊、好玩就在这边，就是每一个弯你处理的方式可以不一样。啊，如果你这边装备满的人，对不对？你有发现一件事吗？你甩到这边还在甩，对，你还在甩，然后你又反打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盘，然后又继续甩下一个弯，就是这样。这个弯道很适合这样玩，因为有一次我 RX7 下坡就是这样子，三档这样一直狂刷，但是有点难，会撞到墙，很容易中断，但是有机会。往上看，有时候真的没什么。对，所以我开飞机的时候，那个我那时候开杜卡迪的时候，我都这样看，对、啊、因为我那时候白天没有星星，那你往上看要看什么，我也不晓得，所以我就看后面。嗯，这边有个城市在哪里？啊、这里哦，这么近。啊，总是这一台车。抱歉，这是非常致命的失误。欢迎来到这小镇，莫尔布鲁克。其实，欸，这条小镇这一条路其实还蛮长。好，我就抛这条路好了。他没有帮我打最高最高档，顶多就是时速240几而已，几乎是控制不了的。他轮胎装那种像 F1 那种超粗的，好久不见了我的摩托车。我到时候会在那个就是把 YouTube 啊不是 YouTube， 在 YouTube 我的 YouTube 简介那边我会放那个。他的 Google 相簿，我会把一些我拍照的以前的游戏啊什么的，或是还包含这个游戏的照片，把它放上去。好，调完了，就是故意让它看起来好像很真实的这种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嗯，怎么样？这一张其实我觉得还好，没有调得很好，时间就会有差，有没有？尽量有更多的光影打在他身上，就可以让他觉得更逼真。这台车我记得那时候买的时候他这台车是送的，那如果你要买的话其实蛮便宜的，4万多。其实我还想买几台来看看，对，就这种风格，美式机车风格。那我们试骑一台，我觉得他们的声音都还蛮像的。
我要加速好快啊！我还有到六档。不晓得要买哪一种的，是吧？没错，在录这个的时候，其实影片开头影片我还没录。那在这边就谢谢大家抽空来观看这个《冷酷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拜拜。原来是玩家在试车吗？还是他买了，恭喜恭喜他入手蓝宝基尼。好笑，我一直在看什么时候会出事，你知道吗？哦，这个样子好，好，那我们就拜拜。